还是不够、欸、我们要欢迎的是谁？梁文音、哦、再一次是谁？梁文音。让我们隆重欢迎梁文音，掌声鼓励，掌声欢迎。翻唱的版本吗？有，帮我大声说有，好不好？有。今天会带来一些，就是在今年，现在还可以说2019年，因为还没有到12点，但是也就快了，所以我就不占用太多大家的时间，希望可以准，一定要准时的倒数，继续来带来这首歌。是蛮之前的作品，但是我想大家会唱的，我们也一起来唱这首歌，我觉得很重要。虽然它是一首分手的歌，但是我们要跨进新的一年，2020年，要把一些不开心、不愉快的事情跟这些事说分手，所以它也有一个祝福的含义。分手后不要做朋友，谢谢。借给我好不好？伤痛深情
好，谢谢，谢谢梁文音，很兴奋啊，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。好，我有排队，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。文音是来文音，我们演艺圈有两个文音，早期是文音阿姨，我们这个少年的文音哦，啊，我们副馆长哦，啊。张英红，英兵，洪荣，张，哦，洪英江啊，洪英江，啊，我想来洪英红啊嘞，哦，啊，你搁陪伴阮这个一号的来了哈。